手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阮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想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幸运就是福无想。都会想到天后宫的公主何寒莲，还佫有比我所害，因此魂消魄散，无正常。什么？无正常？无错，完全都是比我所害。啊！啊！东宫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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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安怎？东宫娘。这不是我在讲，道公，啊，人上古人在讲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啊，那有春啊过身去啊，你就要接受这个事实。啊，为什么安尼三番两次安尼执意要找死？是啊，啊，你安尼不但叫阮无法度向有春啊甲祖阿伯交代，而且我相信有春的爹地汉阿仔啊，嘛无一定原谅你。你一定要坚强起来，大哥娘。是啊，就算讲吼，你无替家己想，啊，你嘛还着替巴肚内迄个囡仔设想，对不？啊，你有啥物资格连巴肚内迄个囡仔拢做一个害害事？你安尼敢对得起有春啊？啊，有春啊，若地下吼，若知吼，伊嘛袂原谅你，嘛袂甘心。大哥娘。阮知影你是因为对幽春啊太过亲切，才会甘愿要对去。但是如果你肯好好活落去，我相信幽春啊会更加感激你才是。你好好想看卖，阮两个无爱阁交了。道观娘，这条彩带吼，是以前有春啊留落来，啊我今麦还你吼，啊你一定爱甲带踮身躯边，啊爱啊好好爱惜伊呢，啊若看到这条腰带吼，就敢那有春啊时常伫你的身边同款啦，吼，好啦，啊这条珠啊嘛是有春啊的遗物。我嘛将伊交予你，啊，希望你吼随时带伫个身躯，啊，看到伊就好亲像看到有主人啦，啊。我不想再抱他。你讲的拢是真实的？我是惊无求甲悲哀，假使若真是有一天，因摕着创的演唱会道具纸，转去天界，那咧阮就无得阁见面啊，所以。所以我们才一时着急，这这尼也无顾一切。原来是安尼，莫怪你将大姑娘看作是好汉奶的时阵，会遐尼啊惊。你是认为这件代志，好汉奶奶绝对袂放你煞？我唔知影，我唔知伊是毋是会放我煞。伫个大姑娘还袂出现以前，我根本都无想到这个问题。一直到大姑娘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头前，我才开始烦恼这件代志。我想应该袂安尼才对啦。大姑娘，伊并不是好寒烟啊。假使伊若要找你算账，伊嘛无需要这么麻烦啊。是啊，我本来嘛是安尼想，也毋过。借问一下吼，两位姑娘啊，啊毋知遮什么所在有客栈吼？两位阿伯，你是为外地来的吼？不是啊，啊，阮都对迄条土庄桥遐来的啦。什么叫做庄脚的庄脚？我唔懂啊！哎呀，煞唔知庄脚的庄脚。
阿伯，你着行好啊哈。到啦。嗯，哪有人？你遐哪会米店啊？阮是要来带客栈的呢。哦，阿伯是安尼啦，这吼一切拢是阮家己私人的安排，是一片的好意哦。搁再讲吼，我知你是头一届进城，所以我看，伊望恁不如吼暂时待在这间米行内底，而且卖当心带客栈的钱啊。哦，够影啦。是啦。我知影真卡人一向拢较轻巧，啊无吼，今仔日就爱委屈两位阿伯，暂时先住遮，安尼吼，才袂浪费大客栈的钱啦。真实的哦，啊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嘿，足漂白哦，甲迄个真落魄的，两个人佫真趣味哦。嘿，就是安尼呢，嘿嘿，啊，因两个哦。我要甲咱办桌啦，啊因手露菜，唔知啥款。哎呀，啊等即久就去买菜啊，菜买倒转来哦，咱就知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哈哈哈！不记啦。安尼啊。安尼啊。对，安尼。恁倒转来上解拄好啦，啊带只听哦，我这物件摕你来内面囥好好势哦，咱斗阵来去街啊，啊来试穿新郎衫甲新娘衫，哈。阿爹，啊，婚礼吼，愈简单愈好啦。啊，上介好是只请咱家己的人啦，啊，佮王大人啦，啊，佮阮啊，即个厦门来的同事就好啦。是啦是啦，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阿爹啊，啊，迄伊如佮结婚讲吼，希望会用的吼，先认你吼，佮阿爸来做二表佮二夫。啊，阴暗的婚礼上吼，因嘛照一个主婚人呐。哎呦，阿妹哟，阿妹实在是足好诶，有够好啦！这个我甲恁范阿伯哦，求之不得的代志啦，足好诶，足好诶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不是敢若讲阴死诶，囡仔吼，要亲上加亲诶咧，让咱两个老诶嘛变成隔壁亲家。两位总部头，代志满咯。代志。从刚七号。但都被关的合同已经倒下了，而且搁压早了，动作认真。我看啊，你妈咪婚礼伊搁爱取消啊。嗯，宴会活动还搁在继续，咱来赶紧救大姑娘开药去。这个活动吼，有影害死人啊！迄若早知啊吼，当时吼都遍体解开乌灵之毒。唱歌啦，变甲一文钱啦。啊，第一只比鸡鸭搁较贵，要酒人唔得安尼。都对咩？莫我热着，家己来放。嗯，若怎个？咱这阿伯阿因吼，啊，甲甲阿婆阿因欠淡薄菜钱。那唱歌来叫啥呢？有可能哦。嘿，头这个啥唔知会上钱无？袂啦，我想我一定大只，咱来找看麦。找看麦，找看麦。
是写啥呢？夜明珠是？我唔知啦，这是环保头送我。这条腰带，你加下在我的身上，做啥物？这是环保头听我的，讲是阮离婚过的。看起来，这条是我敢真难穿，但我一个鞋，花淡薄子，做个走路鬼。你们创啥？暂时，等我换钱倒来了，再带你到岛湾走古堆啊！身体本事，快快束手就绑！也嘛无，就怪阮对你出手无情。怎么？怎么样？伤痕会影伊将来生育的问题哦。哎呦，大师，你当日我是要对祖先交代的。哎呦，阿弟啊，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你敢唔知讲咱冤家单生，你一个汤生丸是孤囝呢？遐玉芬无法度通替你生育，咱冤家就变绝嗣啊啦。迄无要紧啊，无要紧。当日无要紧的，迄大要紧的咯。你若真是娶玉芬啊，遐玉芬阁无法度通我生育，咱冤家就变成绝姻缘。伊若安尼，我对祖先是要怎交代倒？阿爹，迄是我的代志啊，无法度向祖先交代。啊，甲阿爹你有啥物关系？啥物无关系啊？来，我问你，你的婚事啥物人咧做主的哈？是阿爹啊！对啊对啊，你对晓你讲的，既然是我咧做主的当家人，是爱负责任啦。伊啊，你若想要娶朱姑娘，这桩婚姻，哼，你阿爹要用心考虑。阿爹啊！来，你讲，今仔朱姑了，朱姑娘啊，认我做客爹啦。从今仔开始，你爱就用玉芬啊，当作讲是你小妹来看待，知无？阿爹啊！无救诶！啊，安怎是？啊，阮阿爹无爱互我娶玉芬啦。啊，怎奈安奈？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。啊，老妈的，
去呀！哎呦，你干嘛救救？那无用，我心肝内，我足艰苦的呢。讲正经的，我足爱玉芬哦，予阮后生做某，予我做媳妇。阿妈，我恁阿斗阵落去交代，我袂晓对阮祖先交代。哎，老兄弟呀、啊，莫安尼啦，人讲啊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啊，朱姑娘这回啊，伊的性命会当保全的咧，这就是表示讲咱凡家的祖先啊，正灵下，暗中有伫咧保佑着伊这个未来的新妇啦。啊，你哦。唔卖甲想遐多，你干那有对好个甲想嘛？吼、哦，是啦，大不了吼、哦，叫恁囝甲苏姑娘吼去认一个囝，安尼嘛是同款，会用传授恁家个香火啊。对，老兄弟啊，啊无安尼啦，哈，足孝爸个吼，有一个新妇啊，啊最近有生啊啦。啊，将来若是生的时阵啊，会用你予朱玉芬认出客囝，甚至啊，说足欢两世，你看安怎？啊，好啦，啊，就安尼啦，行啦，我即摆吼就带你来周府个，看我的新妇杜碧华啦。哥，咦，恁新妇带你周府个啊？碧华，即家酒席上去。咦？多谢阿爹。稍等。阿伯吼，啊，甲恁阿爹啊，去田里复产甲我的时阵吼，嘛去无意中啊，去复一条这个千年的蛇嘛，我这条蛇，阿通哦，给你补一下身体。多谢姐姐。不会啦。我想，这张相哦。我想要转送啊，朱姑娘，因为朱姑娘身受重伤，疗养的期间更加需要。搁再讲，伊的受伤，我应该负真大的责任。嘿，这这么贵重的物件，啊，实在是。嗯，啊，今日咧讲到实在什么？啊，人迄是大姑娘好心要送啊，叫分的，我今日咧到客气啥？是啦，请范大哥替朱姑娘收落来。这啥啦？客气来啦，人买予玉芬的啦，毋是买予你的啦。那安尼，我就代替玉芬收起来。代替玉芬向你谢谢。唔客气啦。你看，杜姑娘要将这张千里的双王送予玉芬弟兄，你看应该安怎处理才会当发挥伊的药效咧？千里双王。真好啊，我看看。这是自动的，嘿，行得。靠！伊如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啊，你咸咸的是要去倒啦？我要去找迄个好安安，要甲伊问清楚，是哪伊做一个先生，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要来报复我们。三万两寸，要害死姚芬。你是讲什么好汉人啊？你是讲杜姑娘是？无唔对，但是姚芬怀疑，伊是天后娘子，好汉人做无错。伊的目的，就是要来接近姚芬，保护姚芬。原本我嘛歹相信，但过我看到伊。天真胆伤害玉芬，害玉芬差一点仔死在何同的手中。今仔又搁摕种制毒物件，天作是千里心王，要来毒害玉芬。我哪样知道？我一定要去找伊，问清楚才明。伊如，你嘛较冷静的。啊，那这是双王也好，毒芬也好，人这是两位阿伯原本要送予杜姑娘的，并非杜姑娘恶意要杀害玉芬啊。是啦。伊如，是你误会啦。
是不是误会？我一定要找伊，当面问个清楚。有可能，真落魄，甲招摇摆，伊嘛是强谋。依如，啊，就算讲个大姑娘是正实的，系天后公主何含烟啦？啊，伊又搁有啥物理由要来加害玉芬嘞？是啦，啊，你拄则讲。何寒烟要报复玉芬，到底是要报复什么啦？啊，敢讲玉芬有做出极端对不起何公主的代志嘞？什么？追寻？追寻？二十多年前，这场大水来得真奇怪。会记得迄一天啊，雷公神啊，气客叫。风云高高，这场大水啊，那就坐在天顶一只王倒落来。是啊，这场大水呢，来得非常的险恶，害得着千千万万的百姓，无家可归，家破人亡。原来咱的精神，都是害得千万无辜是百姓丧命的罪孽。咱根本就无资格搁活在世间。万古余孽，自尽江中，向天地，向千万无辜的百姓赔不是。为表示咱的忏悔。不要，不要。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要来做，你若真是要来做，连我心脏都要来去哦，拢怪我，拢怪我搞的，我不应该跟你讲这，你若关心，你跳来去，我嘛跟你做来去好了，干那无，有我来去了。我是要向玉芬交代，玉芬你安尼做，我是不甘离开你，这无讲一切，台湾无完天条，敢是嘞？你万一没有做，你变得完，你何必在搁这里固执嘞？是叫红珠笔。啊！若无轮罪，我甲如旧，拢会甲塔罗这世道永世不得轮回。真正用天尊迄个所讲，我甲别人随时也不能抵消阮两人祸害汉奸，千万别是无辜丧命之罪。阮该死，阮啥都该死。三位施主，久违了，你敢不是？苏月华，伤心人白乌啊！阿弥陀，原来是奉着阮师尊之命在白净。奉恁师尊之命，敢问灵师是？上命下境。妙真师傅，就是给咱一句铁语，叫咱中秋不离庙。木桥不可休，迄个妙净师傅就是祝春因阿哥啦。我知啦，妙净师傅近来可好？真好，只是袂当放心两位的安慰，这正是师尊以为伊袂当化解疾病。何必？为着阮这两个造祸犯奸的罪人，何苦呢？妙净师尊派我顺应而来，是要转告两位一句话。贵神君，立神功，执神德，待看将来。人无定势，受尽业，起苦不得，狂妄。
阿弥陀佛。人无病世修正业，岂可不得空往？人无病世修正业，岂可不得空往？咱不应该以死度罪，咱应该爱尽心行善，以报正邪万恶。对。正顺金的，我有试吃过啊。这顺的金嘛。是讲，哎呦，恁都唔知，这最近哦，金嘛较落价啦。嘿，这个一两的金嘛吼，差不多价值咧，两三两银尔。哦，啊，卖来唔太啦，哈哈。是啊。一两金值三两银，你讲对啊？唔对？对。一两金哦，上少嘛爱值二十五两银。空加恁两个，两个下来，这恁都唔知啊？恁这种思想，较早吼，咱讲啊，迄种思想，即嘛无同款啊，时代已经改变啦。应该讲起较早，咱一两金啊二三十两嘛，伊啊唔过即嘛是两三两尔咧。讲，恁阿有这种思想，阿那无是对时代袂，叫做落伍，知唔知？安尼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要欠钱用。好啦，我来，好，嘿，连金毛恁啦，哈哈哈哈，等啦。今仔店头家尸体一旦被发现着，咱就凄惨。老板娘，两爷伯，恁哪会提包袱啊？要创啥？看恁的模样，敢那是亲像要离开周府个。这是安尼啦。对，今仔早起哦，我去外口找到一间厝啦。环境袂歹呢，足清幽的啦。我想讲吼，即嘛来去遐住，以免吼打了周夫个甲两个波头。啊，这个代志咱唔想互阮知影啦。啊，其实周夫个客人真济啊，啊恁何必都搬出去咧？安尼敢是加开钱？是啊，歹势啦。啊，两个波头啊，这无讲实在啦，阮拢对庄口来个啦，啊都较袂习惯吼。在这安尼，万行拢着讲规矩的，所以阮原来是安尼哦。咁久，恁嘛免安尼透暝咧搬走啊，而且也无空讲一声，这未免是无够意思嘛，对无？两位阿伯，两位伯头，这要怪吼，都爱怪我啦，这拢是我的意思啦。阮是惊讲吼，阮若甲恁讲，恁一定袂答应啊。所以，阮才拍算先定定啊离开遮，明仔载吼再搁倒转来甲恁讲啦。是啦，啊，嘿啦。去啊，呼救！去，咱赶紧赶来去高义金仔店。拄则有人来报案，讲金仔店的头家去予人杀死，而且金仔店一挂贵重的物件，嘛去予偷摕袂少。五老板被杀，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啦？我嘛无啥清楚，我已经下令封锁城门。咱也是先赶来去看卖，再搁讲。行。两位阿伯甲大姑娘的，啊，那怎啊无声无息就安尼走去啦？这敢是恁阿伯？你是啊，武义中伫山东所得到迄支金短刀的。
连同迄本天水结冰录，以及你所讲的下行胆，甲一支短刀，拢总是两位阿伯早起约一只田鸽的时阵，伫迄个山洞无意中所得到，这是我甲吴舅所发现的。你讲，还是郭老板结财人，唔就是？先莫下行，咱去现场搁再检查一下看。真有可能，真有可能嘞！阮三个人是遐尔啊忠厚善良的庄稼人，你三个人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？你嘛紧想看有一下办法，赶紧离开这个福州啦！城门昨暗都已经让福州个人马封锁起来，啊，咱是要走去地嘞？啊，不过吼，安尼米在遮嘛毋是办法。我为昨暗熬到即嘛，搁安尼落去吼，假使吼无叫因掠去斩头吼，嘛会活活吼枵死在遮。我去找一寡物件倒转来。啊，是要去倒去找啦？我来附近的邻家找看卖，甲因讨一寡食物件倒转来。对，听伊讲昨暗。故意金色被劫，伊个头家郭老板，原来去用台死。嗯，这是事实。啊，有查到嫌疑犯无？花边案件代志已经线索。哦，嫌疑犯是两男一女，已经回到通灵国处通缉了。哈，真好。对。赶紧将这个案件来甲破，嘛通哦，予我请饮喜酒啊！多谢案官大人。杜姑娘，杜碧华，你敢知影？这就是命案的现场。要若安尼，你就是杀人的凶手。大人，我不是凶手。这卡手指会伫咧命案的现场，死者的手中咧。我唔知道，我唔知啦。杜姑娘，你一定爱讲实在话，若无，电脑对你不利啊。是啦，杀人的是毋是足协摆甲金玉璧，是毋是因呢？绝对不是因。哪呢？这支金短刀为何插在郭老板的腹肚顶？我昨下也看见讲，这支刀是你的足孝爸的身上啊！你敢老实讲？就算我讲的是老实话，你嘛袂相信。只要你讲的是实话，按军大人自有判断，绝对袂去冤枉你啦。是啦，杜姑娘，你紧讲，你用我做事实的辩解啊！暗暗时阵，这卡手指已经变形了。我想要找一间金仔店，甲翻修一下，然后将这卡手指送给朱姑娘。嗯，敢着安尼？是啊。朱姑娘是因为我身受重伤，我心内实在足艰苦的。搁再讲，等伊伤痕也好了后，就要甲范无求成亲啊，所以。我想将这卡手指送给朱姑娘，作为伊成婚的贺礼之一。哎呦，免这费气啦，咱就买一卡新的送伊倒啊，何必多？郑阿伯，何必加开钱呢？为着我嘛无爱戴手指啊，阮就将这卡手指还一下。
安尼就用一下。三个人来到金马店，将阮爸变形的手指交予古老板接收。阮就去街仔踅踅，当阮转来时阵，阮发现古老板把人抬死伫遮。我有第三者，看到恁将这卡手指交予死者，但是我来到点仔店的时阵，有看到三个人拄好要离开这，是郭老板的厨房夜色，以及点仔店内底的师傅尤家宝，还佫有一个师啊郭世文。那呢，因三个人安怎讲？因三个人，我好斗阵要上街。去采买中秋节的节果，因此，拄啊伫咧杜碧华拄啊要进门的时阵，因就同时离开了。所以讲，因并无清楚讲杜碧华因前来的目的。但是，伫咧夜市因三个人转来金仔店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着郭老板的尸体倒伫这个所在。恁到去街边向遐店家求证，讲在这个命案发生的时阵。因三人是不是有真正去办？已经求证过了，叶氏啊，确实有去街仔买物件。杜碧华，照安尼看起来，你甲祝晓摆真落魄，嫌疑上大。大力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我确实无做这件代志，不是我。朋友啊，朋友，安定生活上。你甲祝晓摆真落魄，嫌疑上大。大力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我确实无做这件代志，不是我。大姑娘，为今之计吼，你上好将祝晓摆迄个真落魄的下落甲阮讲，阮也好取因两个人供述，进一步了解此案。若无吼，恐惊恁真歹洗清恁的这个罪。是啦，人情物情对恁是非常的不利，你一定要好好跟阮合作才行哩啦。紧甲阮讲，啊，足下摆甲真落魄，因即马伫咧倒位啦。两位阿伯，这包仔内面吼，除了有一挂饭圆啦，还佫一挂菜脯，还佫有一挂咸鱼佮咸肉，要互恁炸去。啊，万一半路上若佫腹肚枵的时阵，通啊摕起来食。多谢。真多谢姑娘哦！袂啦，龙阿伯，狗也无需要遐尼客气。我以前的环境也是足无好，也是受了人的斗三工，才有今仔日。所以哦，咱人甲人中间，若是有甚物困难的时阵，应该要互相照顾，唔才对。才有一挂营养，互恁摕去做路费。袂用哩，这贵重的物件，我袂能甲你收。袂要紧啦。厝啊总是无方便，恁做哩提起不要紧吼。袂用的啦，袂用，袂用。提起啦，袂用的，袂用的啦，袂用的。阿公，阿公，发生啥物代志？我来是安尼哦，两位阿伯，你都免遐尼客气。这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咱用有够就好。咱若有剩的，咱会用加减摕出来帮助别人，对不？恁都唔通搁再提示啊！恁若搁再提示，我甲陈花先收起哦。这，哎呦，多谢公主啦！阮哦，确实袂用收啦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啊，都，阮都银两啊，啊，阮哪会当搁摕公主你的钱呢？哦，两位阿伯，果然是善良的啦。也毋过，恁身躯既然有银两，这为什么要给我腹肚呢？其实一言难尽，讲真的吼，阮也照实讲出来，即马嘛无人会相信。阿伯，做你照实讲出来袂要紧，有听到公声，伊有法度甲你斗三工，嘛无得卡。这，啊，请稍等。波涛，阿伯是啥？
安坤大人，因两个就是咱去要找人啦。你是讲，因两个人就是足花摆到真落魄？三个人讲拢总同款，搁再加上本官，我嘛袂用相信讲因三个人是迄落为着钱财来杀人的恶徒。尤其是足花摆到真落魄，我甲残花也嘛有提钱要帮助伊，也毋过因都坚持唔肯。佫较无可能是为着钱来做这个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也过，这么人证物证，对因三个拢真不利。这是迄个本官如何是好呢？大人，依法先将杜姑娘因暂时收押待审，是毋是有真正的凶手？我甲两位捕头会真紧查明。只好如此。这件案件伫咧王大人对南台岛转来以前。暂时由本官来代理，也毋过恁三个，就爱赶紧去查明真相。是。碧兰，金如。你是去何惊死哦？我拄则去厕所吼，发现一个怪事啦。怪事？你是讲高义金马店内底的厕所，四面的壁拢擦是红色的油漆？而且油漆拢还袂干。我较肯定，一定是这两天来才去油擦的。是讲，虽然伊的厕所四面的壁拢擦成红色，是有一点仔奇怪。虽然以前不懂，也毋过大哥老板的事，敢会有甚物牵连？必安的怀疑，敢会是凶手伫杀人了后，我去金马店内底的厕所煞漏起来的血迹？虽然。伊才将四面的壁擦成红色，来掩盖伊的黑迹，无唔对。这件代志确实是真可疑，所以我甲碧安拄则才去请教何总，甲几名资深的捕快，对这项事情向伊做一个请教。根据因的经验呢，凶手在杀人之后，因为心理甲生理上的作用，往往啊大多数拢会尿急，所以讲。伫咧厕所的内外，往往会当查出到这个凶手的血迹。安尼讲起来，这个红色的油漆，就是凶手伫事后发现伊留了血迹，才暗藏所擦起来。真有可能。如果咱所想的是正确的，那安尼凶手一定是郭老板因家己的人咯。行，咱来去查古角。命案发生的迄一天，因所有人所穿过衫裤，尤其是裤头顶挂，看是毋是留血迹伫个。无紧，啊！你上厕所的时阵，是毋是爱先掏裤头？哦，免啊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唔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手啊，怨叹命运无理。人生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想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无想。